时再见呐！明年春暖花开日就是我们见面之时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下凡音乐。最近有三首很火的 BGM 把我瞬间给整破防了，不是歌曲有多出色，而是背后的故事以及搭配的画面，就和放了催泪 dance 的，直戳泪点。这第一首就是由中国作曲家石进仅用40分钟就创作出的《夜的钢琴曲舞》，搭配上港式情怀语录，真的是太有感觉了。只是他说这话的那一秒。而这两天，一首名叫《漠河舞厅》的歌登上了热搜，许多人可能和我一样，起初还是一脸的懵，直到我发现歌曲背后竟然有一个悲凉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一位名叫张德全的老人，他的妻子在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中不幸丧生，此后的30年间，他不婚不娶，还经常独自跳着妻子最爱的舞蹈。晚星就像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夜风惊扰我。可是你惹怒了神明，让你去还那么年轻。音乐人刘爽知道此事后，在得到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创作了此歌，也以此献给所有因不幸而逝去的生命。如果有时间你回来看一看我吧，看大雪如何衰老的，我的眼睛如何融化。如果你看见我的话，请转过身去再惊讶。我怕我的眼泪，我的白发，像羞耻的笑话。山前山后各有哀愁，有风无风都不自由。一朝入心头，世间的爱恨情仇。想必这首《孤城》也是不少人最近正在找的歌吧，由村里的孩改编的版本，满满正能量的歌词向我们的民族英雄致敬，都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可能是年龄到了，一想到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的画面，就忍不住的热泪盈眶啊。下班音乐，明天见，拜拜。